科學家研究證實，潘朵拉的生長速度和降雨量成正比。根據氣象預測 ，B16 區將會有兩場雨。第一場雨，雨量不會超過10毫米，面積會擴展2公里。第二場雨，雨量會超過150毫米，面積覆蓋整個 B16 區，即是560萬人口。所以任務一定要在第二場降雨之前完成。總部的計劃是摧毀佢，不是摧毀，是改造。